各位看看是什么车让各位媒体老师身经百战的那一种啊，都这么感兴趣在围观呢？竟然是台皮卡，没想到是吧？我这一个人呢，自称每年都试不少车的，但是今天来看这个皮卡呢，我自认有点超纲的，但是我也相当感兴趣，因为这台皮卡的定位是什么？时尚商用皮卡，它的那个 slogan 真的会吸引我过来看看这个长城新的叫金刚炮的皮卡是什么回事的。而 slogan 叫什么呢？叫做小康社会看皮卡，千行百业金刚炮。哇，他说他个尾箱，这个尾啊不尾箱尾兜才对啊，放一个无人机就是一个无人机的升降台，放一个摄影机就是一个专业的拍摄车啊，装货什么都非常好用。说上这种话呢，如果我们之前没有皮卡呢，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呢，因为上年我帮公司亲自买了一个五菱征途皮卡之后呢，我发现我们公司同事最爱用的工作车竟然就是那个皮卡，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这一台稍微时尚高端一点的商用皮卡究竟可不可以。你不要看我，你看看这个内饰，你能相信这是一个皮卡的内饰吗？这种质感，这是软材料啊，这两边还是，然后两块大屏，这块大屏里面呢还是带有各种车机互联系统的，什么爱奇艺啊、 K 歌啊，甚至连微信都自带有。就看这个内饰，跟你说是一台卖十几二十万的国产 SUV 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它竟然是一台自称商用的皮卡，没想到吧，类似设计都有这种水平，连按键呢我觉得这种精致感都不差。只是比较好奇的一点呢，暂时啊今天去看这台车全系都是手动挡的，并没有自动挡，可能整车看起来最像商用的一个部分就是手动挡的这个设计，没有自动挡啊。但是没问题啊，对一个真正能用皮卡、用得好皮卡的人，手动挡一点难度没有。而且哎，这台车还是有柴油发动机跟汽油发动机的。今天我们试的这个，反正不知道，一会儿开一开看一看转速就知道它是柴油还是汽油了。别说，这个你觉得像汽油吗？一给油了一下，像柴油啊，起码它低速怠速的时候，基本你是分辨不出来的。我们刚还在盲猜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汽油机这么安静，结果一给油，轻点一下，您听到这个柴油的声音了。哇，坐在这里明显看到前面那一台那个尾都是升高的。哇，那个屁股这么翘的皮卡，可以让人有一些觉得性感的感觉呢。连个油门踏板、离合踏板都有些震动传上来的，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不得不说啊，这种柴油机配这种商用皮卡的话呢，再加上手动挡，这个低扭太足了，基本上你是轻点油门就觉得车马上是很愿意冲着过去的，完全不用担心什么熄火这个问题。一会儿看到谁熄火就下车去笑沟他嘛，先干我这个。我感觉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皮卡的试驾活动，没想到他会带我们来走山路，而且呢这样走山路呢，起码觉得这一台可能心目中比较做脏活累活的一个商用皮卡呢，我竟然觉得有一些精致感，开起来起码不会觉得很有这种阔车的感觉，甚至很难受。这个转向其实不是很虚啊，就一些硬派越野 SUV 这种转向通常都是比较虚一点，以防打手嘛。但是这个呢，相对还是比较紧、比较轻快的，并不会说很拖沓，好像拿着一个这种水瓶那样晃来晃去，没有这种感觉。起码这个转向跟整个车开起来这种扎实感呢，这种公路上这个皮卡对我来说是有点意外的好了。我刚刚还很期待说，哇，原来呢第一波先走这个山路之后呢，可能再去试一些更多不同的路段，然后呢原来我们刚的试驾已经这样突然的结束了。我们后面的乘客说这个车坐得很舒服，另外一方面肯定是赞扬我开得比较顺。你主要是想表扬我是吧？啊，开得很好是吧？对，非常不错。经过呢我前排这位前同事提点之下呢，我才记得呢，原来我是有参加过皮卡活动的啊。之前日产那个拉瓦拉我在阿拉善还开了过几天，所以呢坐在后排我敢肯定说一点呢，这个车的后排绝对要比拉瓦拉要好得多，当然也比我们公司那个五菱宏光征途那个皮卡也要好得多。因为另外皮卡的后排基本上是直的90度的座椅，但是这一个有一些倾斜，而且呢整个座椅皮质你看这里
非常软，坐在后排竟然有一些舒适感，空间也不错，还有一些小挂钩，还有后排的出风口，这已经对一个皮卡后座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待遇了。这台车确定是商用的，我感觉就坐在这里就是一个 SUV 的感觉，甚至空间比很多 SUV 要做得好。作为一台工具车，或者家里有一些什么要拉货啊，有一些田地啊，有一些公司场地要需要拉东西的话，我真的很绝，就算不拉东西，平时在人啊公司活动的时候出行的话呢，真心不难受。虽然是一个柴油发动机啊，但是坐在车里面感觉这个柴油的声音或者整个传动系统的声音呢也并不是很大，对吧？对，你觉得声音还可以是吧？我觉得真的可以接受。他开这种车的经验比我还多，所以这次特意过来请教一下。我家就有嘛，因为我爸主要用于送那个化肥啊，然后这类的。你家是用什么车拉这种货物呢？我家就是日产的。日产的皮卡还是什么？日产的皮卡。皮卡你觉得真的好用吗？其实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我就觉得这个车真的是非常合适。对，上哪去都行。我们公司是怎么用呢？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后面这个货兜呢，你完全不用，又要打开个尾门，要小心翼翼的装什么东西，怕弄花这个座椅啊，类似这个完全直接往一扔进去，然后就上车走人就可以了，就减少了什么开尾门啊之类的动作。我觉得比较可惜，今天试驾的这个路程太短了，起码又没有高速啦，又没有更多的一些路况，感受一下可能拉阔走个高速从一个城市去另外一个城市就完全没有机会试到这一点了，有点可惜。但可以肯定一点，就后排真心可以舒服。你看这一台更加夸张，这个类似这种精致感，这种皮还有一些纹理存在以后，竟然国内的这个皮卡都做成这个样子。但是这真的不是重点，皮卡重点绝对是这个尾兜的位置。像这个尾兜它特意有说呢，是尽量做的足够大足够平的，1.8米的尾兜直接可以放平。你看这里面就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了。这一台车它说有一个小的特点呢，就自带这种照明灯的系统，晚上去装东西呢不用另外去照明，这里自带一个灯组是罩住这个尾兜的位置，让各位看清楚再来。它的整个底盘跟长城炮是同样一个底盘架构的，而且样子呢尽量做的时尚一点，和整个颜色搭配，甚至这个标志像个小涡轮那样的，都是让人觉得哎，这不是台非常工具车的感觉，是更多啊时尚感啊，平时开出去就算是不是拉阔坐人呢都 OK 的。另外你可以看看呢，它可能呢跟那个长城炮有一些不同的，这一组呢是全部都是用这个钢板弹簧的，而且呢全是手动挡，就这一点只能从这两个位置看出来它是跟那个长城炮有点不同的，或者更加偏商用一点的。但是它的价格呢也被打下来了，8.8万起步，顶配12万。所以呢如果要这种皮卡的这种车型，我觉得现在来说长城好像对皮卡这个方面做得比较用心一点啊。之前长城炮搞了这么多的样式，而这个金刚炮呢再往商用去偏那么一点点，但是整个内饰啊各方面做得更好。所以回应一下石头梗，我觉得是有一些道理的。小康社会看皮卡，为什么看皮卡呢？可能以前皮卡在很多人印象中就是一个拉阔的纯纯的一个货车工具车，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更有钱的时候呢，更多人更会玩的时候呢，可能皮卡就会成为一种玩具属性更多一点的东西，甚至是为了个人使用的，不是为了只是拉东西使用这么简单的，里面的尾都可以变化出各种功能的一个载体啊。以前我们玩红警呢，红警有个什么多功能什么步兵车嘛，你放不同的步兵进去啊，那个车就会换成不同的功能。现在皮卡就有这样的属性了，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多功能的车，你变成什么就看你对尾都怎么去使用，怎么去搞。所以如果会玩的话呢，我觉得皮卡也是未来一个可以玩的车种，会不会成为一种潮流呢？我觉得不单只要靠长城了，要靠我们自主的各个品牌，看看能不能合力把这个皮卡的市场一起做起来。拜拜，小心甩尾啊，小心甩尾。